生气是当然生气啊，对啊，就觉得两边都要一样吧。所以你当下看到郭，是因为看到郭宏志的反应，还是说之前就已经累积了？当然，当然是有累积啊。他对我的选手，我当然要继续。我是觉得他已经常常好球带不固定，因为同样的位置，有时有同样的球的位置，他们是好球，我们就是坏球。但是我们在攻击的时候，我们是变成好球，没有我没有特别针对，就是两队都一样就好了。你有看过郭宏志这么生气过吗？他回来，这是我第二次看到。第二次。对，第一次是他自己自责了，不是针对裁判，就是救援失败那种，都是自己救援失败的生气。那